我觉得西装外套真的会有正式感和干练的感觉。是，但我觉得这件算是很刚好。真的千万不要把你穿成像一个你知道金刚芭比，就是很过度硬挺。是，你是来报告，也不是来就是杀人的。毕竟我还在这个行业里嘛，还是要能够学习一些新的方式。然后最近就终于有点 catch 到什么叫做要穿不穿了，就是自己不会，因为我还是前提要跟大家说，你要自己很舒服自在啦。我们本来这个衬衫就是它的穿法比较正常，然后后来我就说，哎，不然我们试着再多解一个扣子，然后往后拉一点，就是比较随性。就呢，大家就很开心。我是不知道谁入围了，但我觉得谁都很好，很恭喜。因为我觉得现在，戏剧圈真的比较很多的困难，对，要大家拍出一个好戏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因为说实在话，我出道这么多年也只入围过一次，对，所以说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正向的感受，也有时候会有失落的感受，都会有。可是也让我也培养出一种个性，明白说我演戏从来不是为了一定要得奖或者什么的。对，我觉得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同，能够鼓励到观众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但是得奖也很棒，所以还是很恭喜所有入围的人。